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记得，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好，我网络第四个观众朋友来外乡亲时代，咱即马倒转来第四段，又按甲咱朋友陈先拜吼，咱过来啊讨论着讲啊，这个拄则是讲前三段，吼、哦，咱拢讨论着讲为这个金正恩的代志，文在寅吼，遮周围的这个啊，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国家吼、哦，因为你无论你倒一个国家啦，你只要有用迄啰核子武器的时阵，周围拢会该着啦吼、哦，你莫讲啥。中国的迄落沙尘暴，常常伫遐咧，甲咱台湾安尼伫遐咧淹甲安尼，咱台湾空气品质遮尼歹，就是迄边吹过来的嘛。吼、嗯、啊，所以讲吼，咱这就是讲世界已经地球村啦吼。啊，地球村就是讲你动一下，就引起周围人的诶，甲周围人的有关系啦。好，啊，咱即马咱搁继续嘿。好，啊，这就是吼，咱即马已经。经过两年嘛，吼，两年蔡民进党蔡英文政府吼，互咱带互咱2300万人，吼，那是和平的气氛较无啦，吼，啊，这个战争，吼，台湾做战场的这个，气氛愈来愈重啊，愈热，吼，啊，这个关键，足简单，就是哦，咱2300万人。无正确确、实实在在去了解，民进党这個政府，伊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府，吼、哦，伊是彻底个头到尾拢主张台湾独立政府，吼、哦，这是主要的关键，主要的关键，吼、哦，因为咱过去咱无了解嘛，伊了解讲，哎，未歹啊，伊民进党是台湾人啊，吼、哦，确实会疼惜2300万人的太平日子通好过啊，一定会疼惜。那有可能我甲糟蹋这个，这太平日子又过，吼、哦。对啊，你讲这個我足赞同的。安怎呢？你看，迄啰这两年这个民进党政府吼，会当有这个五星旗啊，吼、哦，伫个这个台北市别的县市嘛有啦，嘉义底啊嘛有啦，伫个这啰台北新北市台北市吼、哦，五星旗啊，赢赢飞会当举迄个五星旗安尼七彩共狂安尼，啊，过来就是讲西门町遐拢互伊霸占掉的，啊，伫个这个西门町的迄个电子墙嘛是伫遐在搬迄个中国的迄个推销中国的代志，在讲中国的好话的代志安尼，啊，过来迄个立法院周围安尼，那有代表本土的，就甲你收起来，啊，即卖伊就用迄个。梁山黑山军就迄啰逼上梁山啦，吼 啊梁山嘞，迄就是一个迄啰暴力集团嘛，迄、就是这个臭头啊白啊囝、当初伊训练来讲保护伊的吼、啊这拢敢死队啊，迄拢无后代的敢死队的啊，吼啊因这就叫梁山逼上梁山梁山贼嘛吼，安尼，吼啊伫个这个立法院的周围安尼凊彩拍人。凊彩安怎呢？啊，佫叫人讲吼，啊，袂迄啰，你袂使用武器，你将迄买武器的钱拢来分互阮安尼。吼、啊，即种的迄啰，我就感觉讲，这是蔡英文哦，足无灵的所在啦。较早的迄啰总统，为马英九为这个陈水扁甲这个李登辉，敢有互伊安尼用阮伊安尼五千件，你都毋知影迄个台北市内哦。迄伊的迄落广播车啊，船甲大大声，啊插迄个五千旗，插甲安尼足大足清影的哦。啊，伫个台北市安尼乌白西，伊毋免安怎准备香灯嘞？哦，乌白龙安尼，啊，这就是土匪的作为嘛。迄就是迄边已经闹人过来，所以讲咱台湾哦足危险的安尼。即马安尼看起来有影足危险。啊对，哦，啊这个，哦啊这个。即、这个现在即个状况吼，吼、哦，即、这个足危险是啊，嘿，即个是以前吼，倒一天台湾要做战场吼，即时间咧无人知影，即无人知，即已经无人知即、这个，啊，即个台湾人即个危机，敢有法度解读，吼、哦，即、哦这个，啊，即卖你证明讲，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无法度解读即、这个，即绝对无可能。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恶化。哎，这是咱已经会看的啦。啊是伫明仔，啊是伫后个月，啊是后年。哦，这唔知啦，唔知啦。啊，即摆就是讲哦，
这是因为咱真不幸啊，咱做一个台湾人啊，因为啊，几百年来拢安尼啊，拢互外邦，拢互迄个彝族安尼来统治啊。啊，统治了足欢喜个，还佫要共感谢。因为着咱做一个2300万人个台湾人啊，因为啊，目睭看无清楚，耳孔听也无清楚，头壳看袂清楚。吼、哦，唔知影讲，哎，民进党这个，伊是台湾独立的一个政府，吼、哦，伊的第四项什么效果，咱拢唔捌去甲想过，唔捌甲想过。啊，即马就慢慢啊，安会了解，会了解。台湾独立敢无敢对啊？对无好？迄恶霸呐，莫甲咱拍，咱要安怎拢嘛迄落啊？无可能讲哦，你台湾人想要家己一个主张都袂使安尼。迄落今仔日的迄落不安，今仔日危险，啥物人砸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拍人。啊，你敢有听日本讲咱若讲独立要甲咱拍？有听美国讲咱若要独立要甲咱拍？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恶霸的迄落出兵，伊才会讲咱若讲到台湾独立，伊就要甲咱拍。阮家己要做主人，敢袂使？啊，阮你若讲互伊统一了后呢，你台湾所收的这个税收，你逐年拢爱送去北京。北京那位36省分本的分村的，才互你台湾。迄阵那毋是死路一条。所以，即摆咱已经知影这个关键就是啥嘛，吼、哦。啊，当然。唔是讲袂使，吼、哦，民进党这政府唔是袂使。问题是啦，你台湾百姓支持的人无济啊，吼、哦，伊即回即个啥，即、這个，联合报吼，联合报有做一个民意调查嘛，吼、哦，因为民意调查就是讲关于2300万人对台湾即个民进党蔡英文政府的即个啥，印象，吼、哦，印象有到差不多60%啦。60%的人哦，拢无满意啦，对民进党政府也无满意啦。啊，这当然包括我在内，我嘛足无满意。哦，啊，这就是包括讲，因为安怎伊上台了后，国民党遐的迄落等的粪扫人的遐的粪扫拢捡捡起来用。啊，你拢台湾人拢敢拢无半个人才呢？你都爱同款，你咧用的像迄冯世宽已经伫遐咧做庙公啊，伫遐咧做当机啊，你也得家己请起来做这个国防部长。啊，像讲李大为啦、吼、哦、邱泰山啦，啥，因若敖，因若会晓做，国民党今仔日袂败落嘛？你国民党袂晓得到台湾人的信赖，你选票会输去嘛？就是你国民党伤烂，就是用着遮个大神来用，才会继续，你搁家继续摕起来用，要哪会好啦？你想啦，要哪会好？你若用新人，你新人起来了后，你蔡英文政府若新人起来了后。你请这个新的人起来，甲你做国务会的这个部长，什么长来讲哦，耳目一新嘛。啊，你唔但会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思维，啊，新的这个人际关系，伊较叫拢叫迄落国民党已经甲伊扫落去粪扫人的物件，又甲伊捡起来分分的，又搁继续伫遐在甲伊当作大神的菜伫遐在摆，你什么意思嘛？所以讲诶。我来讲啊，民进党吼，伊安尼用吼，补迄落透动的两种透动歹的，我来讲。好啊，这就是讲，就是简单讲就是讲吼，民进党政府的政策，甲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相差有限啦，吼，相差有限。都马英九2.0啊。相差有限，因为马英九政府伊啊，伊都独立台湾政策啦。哦，啊，蔡英文政府是啥？台湾独立政策，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讲，啊，就台湾这是独立国嘛，啊对不？中国大陆嘛是这嘛是独立国嘛，好、哦，啊，这款独立就爱继续的嘛，啊，伊这样，但是这款政策，这款已经调查出来，有60%台湾人2300万人，有60%的人是无满意嘛，无满意，这是。已经有电话调查啦，吼、哦。无啦，有迄落啦，有独立无独立，甲阮就是无满意，就是讲你民进党哦，背弃你的迄落人民的寄托，啊，你就是独立迄落党，就是讲出来，人唔得会选你啊。啊，你听你选着了后，你煞去行统一的路，迄敢对？出卖阮嘛？啊，无你看这落科比，
伊安尼做，哪会做两年外的这个市长，即马都互人结甲安尼。伊当初伊讲茉莉啊，啊伊茉莉立了后呢，煞变讲立西瓜内底哦，佫锁出来，迄种红卡拢锁出来啊。所以讲，科比嘛是利用迄落假影讲的。你若是讲哦，我讲独立，我就是独立。啊，你要选我，你就选；唔选我，卖选。安尼嘛，结果伊就安尼。当然，我讲哦，这是安尼啦，因为这个台湾好气好强哦，这因为咱台湾是叫做民主的国家，公民投票嘛，民主的国家，半吊子民主啦，用公民投票嘛，民主国家公民投票嘛，哦，这总统选举就是公民投票嘛，对啊，这就是讲，好，你要推选什么人，伊受啥，伊要推选啥物人，好，咱即摆知影。民进党这蔡英文政府，这是已经台湾人无认同啊嘛，这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啊。啊，咱今物搁转来看转来，吼、哦，转来看转来。最近发生一件代志嘛，叫做桃园个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嘛，吼、哦，因为这个代志啊，这个代志内底内面即马叫。上去通电话呢，办的内底有一个人叫做蔡财员，这位先生嘛，吼、哦，这蔡财员是啊，过去白白的火烧岛做伙关的政治犯啦，吼、哦，这蔡财员这啊，伊的历史嘞，伊的历史过去我捌做民进党内底国代代表，吼、哦，啊嘛捌啊捌哦无，又见证过，啊我落选啦，吼、哦。啊，尾啊，搁去参加高雄的这三芒江的这三芒江的主持啊，董事长啦，吼、哦，伊这段历史。后来因为民进党无继续甲采用这个人，所以才加入这个叫做统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吼、哦，伊担当的职务是叫做总理大臣啦，总理大臣啦，吼、哦。咱会记得两年前的时候，咱认为讲，这个台湾民政府。确实是台湾人的愿望嘛。无啦，我来讲啦，我卖讲两年前啦，迄落2011年，即下就2018年。哎，2018年。2011年，我就转来，我就公开，我就讲啊，这是一个国际诈骗集团。因为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阵，我去探听足侪迄个所在吼，讲啊，伊这个台湾民政府安怎？啊，结果咧，这个林志兴这个人就歹底路的嘛。伊当初哦，伊讲伊去中国发展去啊，开学校去啊，去啊投共啊，投了以后，伫个遐不得志，又搁转来，啊骗人讲伊为中国迄边收水转来，结果拢无影的。啊，伊最主要这边哦，伊较会去互人抓吼，迄是安那第一啦。伊哦欠税拢无底，啊，过来伊拢卖迄落什么车牌，拢迄落诈骗嘛，迄是用迄落诈骗安尼啦。啊，其实哦，林志兴伊啥物拢毋是，伫个阮个访问网络电视遮，阮甲迄个玉琪兄，阮嘛伫个遮已经讲足侪集啊。因为玉琪兄当初林志兴用个迄落理论个，就是何瑞言先生哦，伊用个啦，吼、哦，伊讲出来个啦。啊，讲出来了后，林志兴家套去用，唱去用就对啦。因本来开始咧做伙行，行到一部分了后，伊麦克风共唱去，啊，结果。迄落玉琪仔、伊仔，大家拢退出。当然，伊这故事，伊网络顶端嘛有写足济啊。所以讲，这个国际诈骗集团呢，哈、啊，伊拢足大胆的呢。为了钱哦、喔，恶向胆边生呢。我为一年开始就伫遐在结这个林志兴，我嘛得罪足济人。哦、我相信讲你讲迄落什么，迄落蔡财官，这个先拜吼，这先拜吼。咱爱体谅伊的可能，讲哦，伊毋是互人利用，伊的人哦，就参与讲，我可能你毋知影我咧讲迄句话，就是讲我迄阵啊2011年转来时阵，我足急的，我知影这个消息了后，根本就林志兴根本就无可能甲美国任何人有牵结人吼、哦。啊，结果我转来，我就甲咱遮的一挂行街头的遮的兄弟姊妹讲，我讲这吼、哦，我去美国转来，我来讲，这是一个诈骗集团，你绝对唔通去甲伊参加安尼啦。结果咱有一个兄弟哦，
伊嘛是，伊嘛是这个行街头足认真的啦。伊嘛希望讲台湾爱较进入国家，才袂去学，才唔免受着中国的欺凌安尼啦。啊，伊甲我讲啦，啊，咱台湾人拢互人骗了惯习啦，骗四百几年啊吼。凡说这边骗啦，骗了会成功的时阵，嘛，咱台湾嘛是一个机会。我相信讲这个蔡财源先輩吼，伊可能我那抱着这种的心啦，讲咱台湾都互人骗几百年啊，啊，敢有差到最后一遍，凡说会成功，就是这种的心态。当然，这个台湾民政府吼，这个成立啦吼，这成立来讲，讲起来嘛是救2300万台湾人的。伊无安尼哦，伊当初我来讲哦，伊无安尼哦。这你可能你对这个林志兴无了解，你看是干呐？即嘛看到尔，伊唔是用讲。像先拜你讲哦，我着要救2350万的人的，遐尼悬遐尼大的这个理想哦，伊唔是哦，伊最主要伊就是讲，伊四月伊才卖四百个官嘛吼，看几十万顶几百万几千万，有的就想讲啊，我着老啊。啊，我著有钱，我著存款予伊。后边吼，啊，我的囝吼，著有当有机会通好入政府的迄落。伊用卖官用这落，伊毋是呢，伊想讲要用迄落礼貌换太子，讲要借着讲哦，这个美国人的力量，将这个中华民国，当然啦，大家拢嘛知影，世界同知，中华民国都拗过去，都无效期啊。伊想讲要将这个中华民国名若无掉了。遮个就是讲，伊改过迄个名，伊要套用这个名。伊最主要，伊是伫个用钱权力，就这落家己的私利、家己的私欲，安尼落去出这。伊将来伊唔捌讲着讲，哦，我要为2350万的人，伊的迄落安全为迄落，伊拢无讲啦。台湾民政府，你看有讲无？无啦。伊台湾民政府伊是。伊是对我安尼讲啦，伊讲了台湾现在是美国军政府咧管的嘛，台湾现在是美国军政府咧管的，吼、哦，啊主权是日本的嘛，台湾的主权日本的，吼、哦，啊所以啊，因台湾民政府这帮人啊，就是讲要跟美国法律要争取就讲，吼、哦，等，和美国的同意，和这台湾民政府这人，吼、哦、代替。国民党政府当台湾做管理者嘛，啊，这就是讲，一种形式叫做台湾独立政府嘛，这看起来就是有这种让人这种感觉嘛，吼、哦，啊，但是这条路事实是已经是国际上，这是无法度存在的物件嘛，伊这就是用抢的啦，用抢的啦，啊，伊用迄落钱为，迄种白白擦擦。迄、那个人就拼无白擦无讲的，迄个天顶咧飞的鸟啊，就叫伊怪落来啊！迄落海底咧游的鱼啊，嘛叫伊骗起来，溪底咧游的鱼啊，拢会钓起来。迄、那个人就是白白擦擦吼，伊讲的我就讲伊是国际诈骗集团啦。啊，但是咱就是讲一寡迄落伫咧遐受牵连遐的人足可怜的吼，遐的这个。咱的台湾的，咱的拢嘛五万人吼，五万讲台湾吼，爱自主独立，自主无爱互继续接受这个，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迄落欺凌哦，咱也爱有一个做主人的迄落，对台湾人的五万安尼，所以讲哦，足侪人甘愿安尼，唔想甘愿啦，有的是讲别骗了，别骗，对哦，骗个甘愿啦。伊就是有这款的，即落讲包藏祸心，伊有这种的即落功夫，有法度说服人，有法度骗人，有法度用足侪的国际法律啦，什么外国人哦，来将咱的迄落可怜的咱的一心五万讲吼，要爱台湾独立的，才会乡亲时代吼，拢改。来看看落，啊钱嘞，拢走落。哦，头仔讲哦，现场伫迄落衫橱内底找到1,300,000，啊尾仔搁讲底仔搁找到偌济底，可能哦，到尾仔啦，到尾仔的尾仔吼，找嘞吼，可能唔那遐的啦，嘿啦，啊所以讲咱提出来讲吼，嘛是讲啊继续唔通搁对伊讲有啥物，我相信讲哦。无望啦，无期待，无望。最主要伫遮，我顶集吼，玉英啊来咱遮插。
讲嘛吼。啊算算的吼，安怎呢？咱迄阵啊时间到啊，无法度讲较清楚。就是讲吼，伊看有迄啰啊对价关系无，我捐钱乎你。啊，但是一般的伊也无咧开收据的啦吼。哦，啊你无收据，你讲要甲伊讨，啊啥物人看到？吼啊迄啰，所以讲吼，这啰你着。迄啰死无对证啊！法律上，系啊！你讲你到时要甲伊讨，你嘛讨袂转来啦。啊，到时讲哦，要讲伊讲哦，伊诈骗，啊诈骗，伊无啊。啊，你家己欢喜，甘愿要互我，要捐互我的呢？啊，毋是我去恁兜甲你抢的呢。所以讲哦，到时我来讲啦，伊即嘛是讲家关一下咧，安尼啦吼。啊，查查咧吼，你真实讲要行入这个，即嘛是调查期间嘛。真实咧，要行入这个到司法的时阵吼，咱台湾人原来下伊无法的啦。啊无。足侪人在用台独两字来骗钱啊，台湾头骗啊，台湾尾啊，敢无足侪嘛？你目睭起起想一下，所以讲哦，这个林志升哦，无外久哦，伊个活灵一尾啊，伊又搁出来，搁继续骗啊啦，嘿啦，啊，咱今日咱啊，就讲到这吼，咱后礼拜见面嘿。